洗澡，就常常会有在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厕所或者浴室说是比较阴的地方，所以就那个学妹那样洗澡，洗洗洗洗洗，她就感觉后面那个浴室这样有东西飘过去，然后过来洗洗洗，又继续又飘过去，搞有鬼！后来什么都没有，后来就又发现，在洗洗洗洗，她已经快要擦身体的时候，又有鬼。而且这次就停在他后面，他真的整个背脊是凉的，他就慢慢的转过来，就看到真的就看到一个影子，像白色一样，然后女鬼就说：“同学，你看我没有脸哦。”哇操！一般大概已经唰到了已经不行了，就跟那个学妹一样。小姐，你看我也没有胸哦。真的，机智反应很重要。哎，我的灯怎么没了？哎，讲完这个，哎，哦，我也没有灯哦。对，我也没有灯哦。我也没有。其实，在很多的玩笑话，很多的这种这个笑话里面，通常都会用动物来做这个比喻。